赤德军，俗名耿军，1968年出生，系少林寺31世皈依弟子，中国武术七段，全国十佳教练员，孟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河南省优秀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百家优秀民营科教实业家，焦作市政协常委，济南军区特警特邀武功总教练。1983年拜于少林寺著名武僧素法大师门下学艺，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后经大师引荐，祭拜少林寺当代住持素喜大师和螳螂拳一代宗师李占元老师门下学艺。1989年经省市教委批准，创办了孟州少林武术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和总教练，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以学文化为主、以武术为办学特色的著名民办学校。2001年省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该院为河南省武术训练基地。2002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定为武术教学实习基地。多年来，该院已为社会培养了4000余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为公安保卫部门、体育院校和特警部队输送了1000余名特种人才，有300余人在省级以上武术大赛中获奖，26人荣获全国冠军，有30余人次出访新加坡、韩国、日本、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少林武术节、全国武术演武大会、全国武术精英大赛等比赛中，德军先后6次获得少林武术冠军，在中华民间武术精粹大赛中获得象征少林武术最高荣誉的达摩杯。他多次率团出访国外，在国际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少林派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下面我把七星螳螂拳白猿孝母整体演练一遍。下面我把预备式向大家讲解一遍。双脚并拢，目视前方，双手自然下垂，呈立正姿势，然后双手翻转，掌心向前，曲肘上提，双手成拳抱于腰间，目视左前方。Thank you.
下面我把第一式螳螂双锋手讲解如下。我身体左转，左转退右脚，双手在腹前交叉变掌，双手上抬，右手向外，左手向里翻转，托掌面前，右手向前探出，回带成螳螂勾手，同时左掌向前探出，然后回带勾搂成螳螂手，左脚回收，左脚点地，身体下蹲成虚步，目视前方。下面讲解第二式白猿出洞。左脚向前上一小步，左手向前探出，同时右手变拳回收，抬右脚，右脚向前落地，左脚向前进步，右拳直臂向前斜劈，与左掌迎击右臂内侧。左掌附于右臂内侧，目视前方。下面讲解第三式锁口锤。起身，身体后移，左拳回抱腰间，左手变拳回抱腰间，右臂回拉，右脚离地，然后向前落脚，左脚根部右拳向外格挡，拳心向后，左拳向前平冲。Thank you.
第四式黑虎掏心锤，抬右脚，左手变掌，右拳屈臂回拉，右脚向前落脚，身体向左左转，右拳向前下方击出，左掌迎击右拳面，成马步，左掌移于右胸前。右脚向前上步，左脚跟步，左手向前下方蹬抓变拳，拳向下，右拳回收，由怀里向前击出，反背击出，回收并下蹲，目视前方。下面讲解第六式底漏圈锤，左脚向左开，开步，左手向前沿着臂外侧向前推击，右拳回收腰间，自右向左圈锤，右脚回收成虚步。下面讲解第七式踩三手玉环步，起身右拳成爪向外踩抓，变拳翻拳，掌心向上，然后左拳变掌向前封抓，变拳右拳回抱腰间，然后右拳经左臂内侧向前上方冲出，拳心向上，身体微向右倾斜，然后右拳回收，左拳变掌经右臂外侧向前上方翻出，身体左侧向前探出，
随后上左脚跟右步，左掌变拳，屈臂回回带，右掌向左侧推出，与腰同高，右脚向前上步，左脚跟步，右拳，右手回抱腰间成拳，左手在身前下抓成拳，右拳经胸前向前反背崩出，回收进行下蹲，起身，重心后移，右脚向后倒步，双手变掌，左掌心向上，双臂微屈，然后双手变拳，左脚向后跨步，双拳向右回带，右臂伸直，左臂弯曲，拳心相对，目视左侧，我把第二段整体演练一遍。身体左转，起身
右拳向前上方圈锤，左拳变爪迎击于左臂内侧，下面我把第十一式离篓踩三手讲解如下：右拳变掌，向里旋转，踩抓变拳，左手向前篓抓变拳，右拳从怀里向前平冲，然后正右脚，左拳向上架起，拳心向下，右拳向后摆臂，拳心向后，下一式撩阴锤讲解一下。左脚向前上步，右脚跟步，左拳变掌，屈肘回收，右拳全面向前撩击，身体下蹲，第十三式左封右崩锤讲解一下。起身上右脚跟左步，左手在胸前篓抓变拳，右拳经怀里向前反臂崩拳，回收，身体下蹲，目视前方，
起身，右掌，右拳变掌，向外踩抓变拳，翻转掌心向上，左拳变掌，在身前搂抓变拳，右拳回抱腰间，然后右拳向前上方冲出，拳向上，然后右拳回收，左拳变掌，经右臂外侧向前上方穿出，左脚尖点地，然后上左脚跟右步身体下蹲，左掌变拳，屈臂回带，右掌右拳变掌，向右侧推出，目视前方。左风右绷锤，右脚向前上步，左脚向前进步，右拳回抱腰间，左拳变掌，在胸前风抓变拳，拳心向下，右拳经胸前向前反背绷击，然后屈臂回收，身体下蹲，目视前方。转身抡劈圈锤，讲解如下：起身，右臂回收，左臂直臂向外抡挂，左转身，右臂随转身向前向下向左劈拳，前腿弯曲，后腿伸直，左脚点地，然后右转身，收左脚成高虚步，左拳向右圈锤，左掌迎击，Thank you.
下面我把上部抡劈圈锤讲解如下：左脚落地，左臂向外向下劈挂，上右脚，右臂向前向下向左抡劈，再向右抡劈，右拳向左圈锤，左掌附于臂内侧。下面把帮肘讲解如下：抬右脚，左掌变拳，双臂屈肘回收于胸前，右脚向前落步，左脚跟步，身体下蹲，同时左拳推击，右臂向前推出。左风右崩锤讲解如下：起身，右脚向前上步，左脚跟步，左手在胸前风抓变拳，拳心向下，右拳经胸前向前反背崩击，然后屈臂回收，目视前方。踩三手玉环步讲解如下：起身，左拳变掌，向外踩抓变拳，翻转拳心向上，回收腰间，左手向前风抓变拳，拳心向下，然后右拳经左拳上方向前上方冲出，拳心向上，然后屈臂回收右拳，左拳变掌经右臂外侧
向前上方穿出。上，左脚跟右步，左拳翻转变拳，屈臂回带，右拳变掌，向右侧推出，与腰同高，目视前方。下面我把锁口锤讲解如下：右掌变拳，左拳回抱腰间，右转身，抬右脚向前进步，左脚跟步，随即右臂向外格挡，右拳向前冲出，同时上左脚。下面我把上步劈崩讲解如下：右脚向前上步呈弓步，左拳变掌，右拳直臂自上而下向下劈击，左掌在右臂内侧迎击，然后右拳回收，左掌向下封抓，变拳，拳向下，右拳经怀里向前，前方反背崩击，回收，屈臂目视前方。
下面我把螳螂牵引讲解如下。左拳变掌，向外向上，右拳变掌向下向外，双臂向左翻转，左转身，左手变勾手回收胸前，右手向后撩搂成勾手直臂。下面我把盖阳掌玉环步讲解如下。起身，右臂回收变拳回抱腰间，同时右转身，左手成掌经右臂腋下向前反背击出，然后上左脚进右步，左掌变拳翻转，拳心向下屈臂回拉，右拳变掌向左侧平推与腰平行，目视前方。起身，左拳变掌向前探出，右掌变拳回抱腰间，上右脚跟左步，右拳向前方平冲，左掌迎击右拳面，然后覆于臂内侧